When I was studying civil engineering at NTUT and NTUST, I realized something. In Taiwan, earthquake prevention is not just a subject, it's a necessity. Before I came here, I never experienced earthquake. I didn't understand why people cared so much. Until one day in class, the professor said, a date. September 21st. Only then did I learn how, on September 21st, 26 years ago, an earthquake left a scar that Taiwan still remembers today. 大家应该知道我这个冈比亚人的国家完全没有发生过地震，我是来台湾第一次发现那个地震，所以我来这边的时候学土木工程，我觉得一个蛮重要的吧，因为我这样子可以了解台湾的这个地震的历史还有工程的概念，所以我今天呢来到九二一的博物馆嘛，来了解一下那时候过得怎么样，那我们去吧。 我现在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一个这个照片，这个照片呢，大家这个应该可以说跟扭扭博士学的有关系了，就是边坡稳定。我们现在看这边会看到这个山是缕缕的嘛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另外一边看呢，从这边看缕缕的不见了，所以边坡也是一样。台湾很多山嘛，所以地震的时候就是有另外一个危险度，有很多房子会就是山下的房子，他们不会倒，山那边会刮下来，所以那些房子都会被。 盖住这样子，这个是地震的一个危险的地方。所以平常你们在台湾会看到很多地方，你在开车的时候，上山他们会做很多补墙啦，一些混凝土啊，或是用一些 ankle bolt 啊，就是把它固定在里面，然后把它拉，或是用整个混凝土把它盖起来这样子，就是做补墙的方式啦。地震不是我们房子而已啦，我们这些山也是有危险度啦。等一下就挤来看我们房子的部分吧。那我们 go， 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讲一些地跟。 桥嘛，现在就来到黑龙的专业的了，就是建筑。你们看这个房子嘛，当然说提升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子。看到这个房子是因为旁边有做一些补墙啊，可是我这样子看就觉得，其实蛮强的。你们看上面的水塔还在这里，跟20年前的房子样子还在这样子的。所以你们看到那些玻璃柱子什么东西，还有那个黑色有一个黑色的柱子，那些都是后面做补墙的，对吧？ 我刚刚不是有讲到柱子这些补墙玻璃柱子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们两位哦，你们觉得这个红色还有这条线，它为什么在这？看它还有没有跑掉吗？就是风来的时候，它也会跑。你们发现要跑吗？好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房子，它有把它补墙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不一定它不会歪，所以你看它这个红色，它有一个角度嘛。 刚刚碰到地的那边也有另外一个红色嘛，更歪的时候那个东西它就会跑掉，不会在原本的位置，让这边的管理人员知道这个房子有没有更歪。好，那我们往前吧。You're making me fly. 我们现在到黑龙专业的了。 我发现这边哦，它的这边的结构哦，它只有柱子跟梁是 RC 这样子，可是它其他都是用砖块，所以你们会发现这边很多砖块掉下来这样子，可是 RC 啊 ，RC 就是混凝土钢筋混凝土对 ，RC reinforced concrete。然后你们会发现钢筋混凝土它平常有几个坏掉的方式，它有歪的，它有一个会膨胀这样子。 为什么会膨胀？比如说膨胀就是好像这个，因为这个混凝土它没有拉力，混凝土是用抗压而已，它是有抗压力而已，是钢筋有那个拉力。地震来的时候，大部分是拉力，所以我们要看什么？我们这个钢筋。可是你会问为什么这个钢筋这样子抛起来了呢？是因为它这个，英文 tire 中文是固筋，这个固筋要把这一些放在一起。 不让它跑出来，那个时候设计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距离太大了，所以现在我看到我们很多设计很密，有时候现在十公分啊，12公分啊，然后另外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哦，你看这个弧形它怎么做的？它是用一个90度的，这个很容易出来，90度是什么意思？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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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gle啊，这是它是一个90度，对，所以它是这样，经常会可以发掉。我们现在有改善，一个35度，弯进去，所以它会在里面，不容易出来，这个柱子你看就觉得哇，好可怕。
所以你们看这个柱子其实它的钢筋比刚刚的那边多嘛，可是一样这个空间太大了，然后这个混凝土的 quality 不太好，所以你看这个不是碰上的哦，这个是歪的，歪的，对，应该歪了嘛，混凝土就没用了，所以它都裂开了，所以这个拉力现在都是在钢筋上面。如果你要看力量最大的在哪里，这怎么看得出来？这里歪的地方，这个歪的地方，现在力量这边其实很少，所以其实这一面跟这边哦，很拉力量很大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它是一个，好像你的车子，那车子不是用那个 spring 吗？避震器。对，避震器这个也是差不多一样。哦，所以是建筑的避震器。所以地震的时候是地在动嘛，大楼还是比较少动。没有这个的话，它会一直这样子。哦，对。它这个都在柱子下面。柱子的下面，好像这样子。地震的时候，它这样子会动。是。会把两个分开这样子。没有这个的话，就是这样一起这样子。这个其实在台湾没有很多啦，大部分还是靠钢筋。钢筋的力量去做这个，或者现在很多在变成用钢构，钢构的拉力比混凝土好，所以很多房子现在在变成用钢构。所以你们现在看这个，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做的钢构的。钢构。对，如果塔楼越高，一般都会用钢构，因为第一个比较快，是比混凝土快。混凝土的话，它有一个时间，关二楼之前，一楼的混凝土的强度要够，才能做二楼。平常一般的房子在台湾是每一个两个礼拜一整楼。刚过的话，上去了。这个也是它比较稳定的，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会用小的钢构用混凝土包起来，这个叫 SRC， 所以混凝土加钢构。所以钢构一般的就是什么，柱子嘛，它有梁嘛，但是你们会看到多了这个，这什么？因为它在跑来跑去的时候，我刚才讲强力，我们会叫这个 BRB。所以如果兵长这样子嘛，房子会这样倒嘛，是，你看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很歪嘛。可是有这个的时候，它会这样子跑，这样一起，它就不会晃那么大。对，不会晃那么大。可是没有这个的时候，它会真的会这样。有这个的话，它会这样，是这样。这斜的力量会在这个里面。钢构比混凝土贵，比 RC 也高。贵，对，比 RC 也高。我来这里，我发现有什么样的 failure 都有。我刚刚那边不是说有碰撞的嘛，然后有歪的嘛，你看这个柱子是这样子，是斜的，它有一个角度，这样子 failure， 那个柱子就是柱子的那个钢筋不够，所以它就有降下来。看到一个特别的，我现在在台湾不会看到，就是板，那个板它只有一层，楼板只有一层的钢筋，你们没有发现？我现在做过的那一些大部分都是两层钢筋啊，所以是下层筋、上层筋。所以你会看到一天结构设计没有贵分没有到那么好了，可是现在还好，可以说因为921台湾的工程有变更好。我想去上面那边看一下吧。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来，就是现在的新盖的学校，他们的强度也都像你刚刚讲的这么强了吗？我觉得房子都安全了，安全。你跟着规定规范规范就是安全，你没有跟着规范就是在那边偷懒。所以不管是学校不管什么，你在改哪一个房子，规范一定要过才能改。所以你画图完或者设计完，一定要去给一些单位，他们看完觉得哦这个是 OK 的，再能开始改。大家要记得说，我改这个是为了其他人要来，我自己的小孩子以后要来这里。你偷懒以后有发生事情，你这样子睡得少吗？对吧？ OK， 我会跟我现场工程师说，你要严格一点，一定要对度去做，用得上，好吧？上去。我刚刚不是在讲梁的部分吗？你们看这根梁，你看，它是四分的柱筋，它的密度太大了，然后也是用90度的而已，所以它就坏掉了。然后我看它的混凝土，你们看混凝土，我看到有很多缝，很多缝。为什么？你灌浆完，然后这样子就很多缝呢？因为震动没有震动好，所以有时候听到人家在灌，会听到一个嗡，他在把里面的风拿出来，它会变成一个整个的。可是现在它会很多缝这样子嘛，这样子很容易裂开。所以施工的时候大家也要认真，灌浆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也会在，不管在灌到几点，凌晨几点，我们一定要在。然后品管也会在看这个混凝土的抗压是不是跟着设计的，他们那时候没有那么严格。
现在对工程的时候很严格。是是是，因为有这个经验。对，比如说我们营造以外，还有业主以外，有的时候会有第三个，他们不是我们不是业主，他们就是有在管这个东西。所以比如说我的工地的话，我现在的工地，我可以说有最少有三个单位在看我们。对，最少的单位，结果其实也包含了，我可以说很不错啊，我们做的不错哦。对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 RC 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的做法，这个是921之前的做法，这个是921之后。你们看到差别在哪里？你们看到这些蓝色，就是我后面钢筋层要补墙的，里面的就是墙力，这个太简单，这个算太简单了。然后你看这个球，这两个混凝土，你看到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我们去做设施的，所以。灌浆那一天，我们工地灌浆那天一定会有这个铁管，这个，然后放在工地，7天后拿去实验室，所以实验室会有这个东西，都会用这个东西去压，是，看你的混凝土强度有没有到设计，就更大的抗压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不好的，这个是好的。过了才可以灌吗？没有，一定灌了。就是如果没有过，我们就停了。哇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对，灌浆也没有过就完蛋了。讲了那么多地震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应该可以去体验一下921的地震吧。刚刚体验完那个921的地震，我觉得真的有恐怖。今天刚刚体验，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很多房子，我现在了解为什么长不住，因为真的很大。我可以说，因为这个，我们就现在很多设计有改变，有更好、更安心这样子的。我们会把这个设计去改好好的案子，所以我自己改了，现在已经到我第三个了。我会发现，哎，原来这个他们设计这样子，像我们这样子做，然后我也希望。我们现场工程师可以更严格，然后师傅也可以想说，因为我盖这个，我以后会用，或者我小孩子会用，或者我小孩的小孩子也会用，所以我要做好，到100年这个房子还撑得住，不管什么样的地震来，它还撑得住。那可以说大家一起加油吧，台湾一起加油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我也要谢谢台湾政府或是南投的市政府，把这个地方留下来，可以让多一点的人来一下，了解一下地震的文化，还有。学生可以来学一下一些东西，还有要想当工程师的可以来学一下东西，因为我觉得你来的时候看到这些东西，然后看一些照片，你会有点感动，你自己会觉得我应该要多一点努力了，对这个严格一点，好不好？就是认真一点。那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评论，我们下次见。